跑走了。然后往前空抛给到库萨斯，但库萨斯没有太好的角度，自己把这个空间。上届的得分王世东哦，208公分。先往后像跳舞一样跳恰恰这样子，往前往后的话，对方可能还抓不到。我还能弧顶，有哦，出手不进，裁判的声音也并没有响。对，想要跟裁判老师要一个犯规啊，很快的阿雅就连续了，我想是联盟啊。觉得海神的本土第一人哦，不要讲联盟的前几名啊，应该有到前几名。对，指标性人物，所以还是要扛起得分的重任，不然他这一两个礼拜是比较刚来的时候一两场还没有那么的显眼，因为毕竟他身材没有来得很高大，所以后来这几场防守篮板等等对你自己的信心啊都有很大的帮助。袁弘脚步踩得非常的。艾伦其实的球风也很朴实，然后相当的扎实。底角外围的三分球，而且我们绕一下，外围宇春安的三分球来了。库萨斯，想要单打，硬挤到篮筐另外一边上篮得手。这个球给的漂亮啊 ，Two Man Game。两个一个先做一个四十五度角的 Hang Off， 再给 Brickman， 哇，我其实是很会打篮球，对，不只只有得分的，因为打篮球打的是过来，台中太阳拿到，直接往前传，陈文宏上篮被挡下，这个火锅精彩。你的球员还缺少什么东西啊？翻身后仰出手进，刚换上来的王永成。在半场之前，教练都有让他们上场的记录。超球成功，前面有换亚，假传真上篮的尝试。两边打是蛮快的，底角有漏人，换到篮筐另外一边，来回到弧顶。Brickman。接下来就中距离的出手，他还是非常的第二节的最后一波进攻，直接下手了一个上篮 ，Brickman 速度非常的快啊，没有拿下任何的分数哦，就跟教练所说的有点客气了，转身左手上篮，这个动作优美精彩，于焕雅小耍了一下，哇。这会对于台中太阳有些麻烦的，外围的三分。那如果彭俊彦再下去的话，就只剩下卢冠轩能够带后场球了。所以你已经可以看到，彭俊彦已经没有办法再不敢再区前防守。中距离这个抛投卡板，最后球掉了出来，胡龙茂想补，这个球看腰算。Brickman 切进来，再交球，最后波汉能放进对抗这些。因为你以后打到国家队的话，国际赛就会碰到这些。哇，波汉能净算 M1， 一股怨气，他憋了好久啊，憋到第三节剩下4分58秒的时候。Brickman 切进来，再给到外围于焕雅的三分进。于焕雅拔起来的三分进，就看到后场控制球的外围的三分，吴小姐。可是有的时候真的受伤是没有办法，有的时候你勉强上的话，因为你一整个赛季实在是很差。武汉人又给对方的一个火锅啊，拿走了。攻防转换，吴小姐杀上篮，换上篮筐，另外一边360度拉杆啊！哇靠！我以为他灌篮了，如果没有人放篮，应该可以这个快攻球拉杆。哇，这个拉杆上来有够漂亮！库萨斯转身，这球没有放进，拿下进攻篮板，再换到篮筐另外一边，把分数放上。在平衡里面的时候，直接被 Brickman 给抄走，前面一打三 ，Brickman 再交球，再回来，球又被抄走。对，哇！小景拉杆了一个上篮，闪过陛下的封阻。我这个角度以为陛下会把球给删掉。对，这边又要打快 ，Brickman 给到底角，吴小景外围的三分球进。这个分差已经是超过了20分了，真的是在伤口上撒盐啊！
Bergman 给到库萨斯，被拨了一下，库萨斯进算联盟冠军叫阿肉，要给到中间的世东的时候出现了超节。那周子轩绕过第一位的防守者，给到外围来王永成三分出手掷，底角这边外围的三分球林任宏把握住了，7.1%，相当的可怕，每个人都两三个，现在只剩下龙茂的这一球，哦，来了，终于也是一吐怨气。替补的波汉能跟吴小景哦都有双位数的得分表现，这个球库萨斯根本没有跳吧，在后面呢，这已经来到25分了。地板的一个给球给得漂亮，波汉能也有助攻啊！哇，波汉能跟林任宏这边的，给到邱子轩，再给后面拖车胡龙茂，再给到波汉能，就是要做给邱子轩外围的空档器。中间这个球给得不错，但后面波汉能把中用。那前面就是休探的机会咯，登上篮板后往前送，邱子轩跨一步上篮，